会的嘉宾哦，今天我们来了很多的贵宾，还有我们的执行长，很多很多的从远方来的好朋友都来共襄盛举哦，参与今天的一个感恩唱会哦。哎，为什么会办这个感恩唱会呢？我是美龙。好，这里是我们赛斯教育基金会高雄分会这边哦，长期以来呢，接受非常多的赛斯人士的一个捐款呐。精神上的一个支柱哦，那我们高雄分会哦，在这边哈、哦，哎，运作的还很不错哈、哦。好，有很多的朋友呢，或许是身体不舒服，或许是哎有一些的状况呢，透过我们高雄分会这边的学习，透过徐师带领的身心灵的一个学习成长哦，来更认识自己哦，调整自己，然后改变。
我化了妆妆哈，他又啥意思？他又送我一个礼物，就是身心症。他就在乳癌跟身心症的双重打击哈，我变成哭哭不笑，没有思想。坦白讲，那时候我只会怎样？我只会发呆，还有洗我自己的内裤。那我那时候以为我的世界末日就提早来临了。可是后来呢，在两年多以前啊，老天爷又再送我两个礼物，一个礼物呢就是我的流产掌柜，那另外一个哈就是认识赛斯，然后在赛斯哈九方主任的离洞和宝石这个课程呢，我才发觉，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其实那十二堂课哈就是十二次的震撼教育了。那至于我们赛斯常讲的信念创造实相哈，我是在杜平五印证的。我们杜平五班哈，目前大概有将近十个，那有一半都是癌友。那从刚开始不会跳舞，甚至同手同脚，然后从刚开始只能在安养中心跳舞。我们是安养中心之花。我们只能跳给那个不会走、不会没办法照的一挂助理啦，因为已经捧场，那就是这样练的。然后之后呢，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开始能够，你看今天穿都有的服装，然后露出我最精华的肚子，最清凉的服装。那之所以可以这样哈，首先要谢谢我们的米歇尔老师，刚才那个美丽的老师有没有漂亮？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来加入。那先不要想你不行、不能、不可以，因为赛斯说信念怎样创造实相。好，谢谢，谢谢。好，非常感谢美丽又漂亮的洛丽花姐姐哈，你看这么窈窕呢，说看得出来吗？谁说她身体不舒服啊？哦。是是就得救了，他来到高雄分会就跟我们一样疯起来了。九方主任非常的用心良苦哦，那在我们高雄这边办了很多的活动，包括每个月啊的第二个礼拜天的一个演讲哦，都是我们精心策划。那我想这一路走来，我们的主任心里面滴在心头哈。可是今天的打扮好像有点在娶媳妇，然后嫁女儿，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开心，然后也看到许多许多的好朋友跟老朋友，今天都能够很欢喜的来赞助这个餐会，来支持跟爱护高雄分会。我在这里感谢大家。然后我还要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过去十几年前一路，我要特别。十几年来，我要特别感谢，在十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就是刚协会刚成立的时候，我刚去为了协助学习更专业的技术，我去杜平哥大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成立中华信赖协会，可是因为太辛苦了，我要完成学业，还要发展协会的事，刚好有一个朋友，十几年来我一直惦记在心里，因为那时候真的我忙不过来，他看我快累趴了，所以他跟我讲说，九方，我赞助你每一个月5000块，我支持你4年，所以因为这样子，他赞助我5000块，我自己再拿5000块请一个半天的小姐，就这样子。
基金会的所有的志工导师，哈、还有所有一路来一直护持的，哈、那老师呢？有些像王医师，还有维芬，他们都是义务职的，他们都没有在拿钱的，一直在支持基金会。所以我要感谢所有在基金会的所有义务的志工跟导师，好不好？谢谢各位的掌声。我还要感谢，特别要感谢玉珍老师，因为他十几年来，只要我没钱跟他开口，他绝对不管大小，他支持，他是我的金主。一路来不离不弃，很大的包容哈。然后接下来呢，我要特别介绍，就是今年我们的吉祥跟林妙老师。他要提供两甲的地，要让高雄来运用，在三林。谢谢林妙跟吉祥，林妙起来起来。真的，那我们大家认识你。这个月发生很多的好事，我们要感谢他们。还有我们要感谢明星来，他你等一下提供一幅很价值连城的图，要让徐医师拍卖。还有，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弟弟跟弟媳，如果没有他们照顾我爸爸妈妈，我没有办法全身的投入。谢谢。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那我这是我想是大家基金会的功劳，那最大的功劳者是谁？我们的徐医师，对不对？因为有他才有怎么样赛斯心法的，对，还有我们执行，还有我们陈家珍陈执行长的支持，感谢执行长，谢谢你，还有我要介绍基金会最大咖的金主，我们的美凤老师，老师那一个趁这个机会呢，我要为了特别感谢他，我做了一个怎么样小小的奖牌，我们要颁给他。好，我邀请美凤老师，跟美凤老师我们来，我们邀请徐医师来颁给他，好不好？来邀请徐医师，徐先生，徐医师来为美凤老师颁奖的。他除了八九年来将近3万块，都靠他帮我们结基金会结少了200多万，然后他来基金会带的课程完全是义务值的，所以我们感谢他。我们要顺便帮解封政策，有需要吗？有需要就我们敢说出来。有需要。我们欢迎身心正健康、年轻有为的青年来追求我们。好不好？来，大家鼓掌。谢谢您耐心的支持，让我们共同准备参加这个节目。谢谢您。还有智商，我从来没有拿过一文钱。
然后就是不忘我的初衷，就是觉得这基金会很棒，能够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呢我就是基本上是默默支持九方。七八年就是今天是第一次领到这个奖，可是这七八年我从来也没跟过考过什么，只是呢今年的时候一个高雄市要评那个新移民新住民，然后他们要我一些资料，我才请九方说开一个证明说捐助了多少钱。不过我在这里大家吃饭还是不打扰大家，大家需要大家开心快快乐乐，谢谢。谢谢我们的美凤老师，他无所求的付出，还有今天赛斯新华在七八年来在高雄的推展，然后这一次办参会的缘由是因为我去年跟美凤老师去参加百合狮子会的募款参会，那我才想说，我今年想要办一个募款参会，是这样子的缘由而来的。那我们知道，我们这次办的募款参会是为了成立司法力剧团，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敏君老师在高雄，他是一个很好的导演。那我们许多的癌友，因为有一些负面或阴影的能量，没有办法释放。那我想透过戏剧的表达跟表演，它可以大胆的释放出来。那我想这次的参会募款的目的是要成立苏玛丽剧团，成立苏玛丽剧团。所以谢谢在座的所有的朋友的支持，还有远从有没有赛斯那个赛斯妹从台北下来的赛斯峰俱乐部，还有杨一桌。还有我们的陈专明董事，还有我们的徐心脏董事，他们也是。那我们还有徐氏赛事文化赛事诊所多认养一桌。那我要感谢所有认养桌的所有的学员跟朋友然后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云起池的素云，我在云起池带读书会，他很支持来素云，给他们的掌声。云起池的老板娘，他们那边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有机会的话来大冈山，我已经在大冈山两年了。谢谢素云，他的扶持跟支持，因为基金高雄分会能够不断的扩大，是因为有各位的支持。那我今年我才开始慢慢的想把还有的日间照顾落实下来，所以我才成立动员手。还有守护天使，那我在募还有守护天使的时候，受到贵方他们夫妇的影响，因为我不敢开口去募款，可是贵方一直说你又不是募来放在自己的口袋，为什么不敢开口？那我想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激励，所以呢，我慢慢的敢开口去讲，去宣传，包括这次的募款参会，凭良心讲，我把所有的资料发出去，然后在基金会的每一个场合宣导而已，我没有主动说你要来认，我没有，可是很感谢一切万有的支持，就这样子，足足的有31桌，真的我要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我现在很开口了。谢谢，所以高雄，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团队工作人员，他们真的非常辛苦啊。有时候，来志源、秀兰，我们要给他一个掌声。还有秀心，还有所有的志工伙伴，没有你们，高雄根本没有办法做起来。在这里趁这个参会。非常的感谢你们，那我相信，希望你们，祝福你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好，来，谢谢主任老师，我们做了这一次的一个台湾晚会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那同时在这边呢，我们也要一一的感谢今天不会参与贡献您爱心的人士。好，那我们感谢刚才上台的美凤老师。藏起来的爱心捐款，来，美凤老师跟大家挥挥手，让大家再次的认识您。好，还有潘水。
吗？好，有没有来到现场？如果回分念到名字的，请邀请跟大家挥挥手啊。好，还有我们林金玉、金玉小姐也跟我们挥挥手，让我们大家谢谢您，为我们这次的一个感恩晚会哈，来做这样的一个募款。好，还有黄依然医师，黄依然医师有来吗 ？OK， 好。还有黄奇耀先生，好，这些都是在这次的参会哈，为我们赞助的非常的多哈。还有郑礼祥夫妻，好，还有杨玉，好，丽珍 Amy 老师，好。柏林姐姐坐哪里呀、啊？谢谢您，好，好，还有戴宇算是不是？好，还有杨生龙先生，黄安华是小姐吗？好，来，刚才那位有口误，是戴宇斌先生吗？在线有没有在现场？哦，好，谢谢您，谢谢您来一起赞助，我们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哈。好，还有徐坤士医师也为我们这一场活动赞助，翁金玉老师，金玉哈，好，还有林淑莹，淑莹，谢谢您。好，张云伦，是，好，谢谢您。好，还有陈清美女士吗？好，以上这一些，还有林世芳医师，还有我们屏东分会的罗娜主任。好，谢谢。目前回赠的名单有这几位哈，当然陆续的赞助的人数哦，那我们再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介绍哦。那今天我们除了这个享受美食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在靠窗户旁边呢，有我们的这个手做的艺术品哦，还有杯垫啊，这个牛仔包啊，有很多这个各方面要邀请现场好朋友在窗口一起来共襄盛举哈，来选选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可以带回家哦。好，那您在用餐的同时呢，我们要邀请我们新时代赛事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徐坤盛徐医师为我们今天的感恩晚会来致辞，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徐坤盛徐医师。所以刚刚大家看到啊，其实我们的基金会或我们的高雄分会，那一路以来啊，真的是胼手胝足啊，一路以来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做了这么多事啊，所以其实啊，在这样的几年下来啊，说实话啊，刘芳主任的一个努力，那再加上我们高雄的这么多的学员，这么多的老师的一个支持，好，当今天去在这里的时候，好，我们的执行长也好，啊，各地分会的主任啊，工作人员也都来了，好，那我会希望我们今天，啊，能够来见证到我们的赛事心法，我们的身心灵的观念，好，将来能够来帮助更多的人，那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不但自己可以吸收这么好的观念，好，将来也能把这么好的观念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好，那为了预防我的牙齿能够掉下来，那我就在这里啊，真的很真心的祝福大家能够健康快乐，谢谢。其实非常简短哈，因为非常的体谅大家，讲少。
非常感谢他哦，这一二十年来哈、哦，真的在推广膳食新法，这个非常的用力努力的，南北这样跑哦，在我们高雄分会这边哈、哦，完全讲师费不拿一毛钱哦，就是全力的支持哦，我们非常的感谢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另外一位贵宾哦，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餐会也做了一个致辞哈、哦，来，我们要热情的掌声邀请高雄医学院的这个护理教授，我们邀请徐锦豪教授为我们今天的餐会来致辞，徐教授来，欢迎您。大家好，我今天来，有方才说要叫我上来讲一下话，我还没有想好要讲什么话，但是一定要努力，许医师讲的还轻薄欢讲、那其实我来赛斯是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学生肺腺癌，然后那时候我很心痛，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就是说生存者，或者说经过癌症的折磨的人，哦，那个因为肺腺癌，他那个是扩张性癌，所以我竟然找到赛斯，所以我后来我就写了一个研究计划，要来这里，说是研究，我想是学习，我自己也是癌症病人，走过了大概从爸爸走到
Thank you.
主题曲，叫做阿迪亚，是意大利文。那他这部电影叫做《花蕊恋春风》。当时我看到这个《花蕊恋春风》旋律完全不会是台语片，就是很经典的意大利片。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阿迪亚。教育基金会高雄分会的这些朋友一起来
完成的哈，待会大家都可以来选购哦。好，紧接着呢，我们有一个重头大戏了哈，来，我们先邀请徐天胜徐医师上台来，徐医师，把被子放下来哈，我们要来邀请现场的好朋友。继续支持我们高雄分会这边膳食新法的一个运作哦。好，我们有一组非常棒的这个画，好，由徐医师来为我们拍卖。现场的好朋友，如果您喜欢的话，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好，来，徐医师，麦克风交给你了。这一幅画是非常好的画，这一幅画是非常值得的一幅画。啊，好像我们的这位画家，啊，是在目前啊，在台湾在大陆，啊，好像都是一个啊很值得收藏的一位书法家。而且同类的一幅画好像在大陆已经有20万人民币的一个目前的一个价格了，所以我们基金会啊今天借由啊我们的这位明星啊，然后他的这个男朋友来赞助我们基金会的这一幅画啊，然后来做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义卖，义卖，那义卖所得啊完全是捐赠给基金会，对不对？徐方主任，义卖所得是完全捐赠给基金会的，啊，所以啊这幅画啊目前啊是被认为是蛮具有收藏价值的，而且义卖所有的所得啊都是完全捐赠给基金会。好，那因为我是董事长，所以不得不站在这里做这件事，请大家体谅我。好，来开玩笑啊。好，那我们的底价是多少？底价是8万人民币，台币对，好，底价是8万台币。然后再重申一次，这是一幅非常好的画，非常好的画。好，那拍卖所得完全捐赠给基金会，底价是8万。好，但是同类的话，刚讲在大陆大概已经达到10万、20万人民币了。好，来。啊，因为我不会拍卖，所以请会拍卖的人来。我也不会拍卖，不过我容我稍微介绍一下。你就想想当年怎么把自己卖出去就好了。才刚卖出去。好，这一幅画非常的不简单哈。范博士，其实我的资料它是气韵书道，是不是？非常有名哈。方瑞峰博士呢，他是天畅国际艺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哈。那其实他早期他也是发明家，是不是？来，由我们这位美女来做介绍。来，我们邀请他先拿好朋友，来，我们掌声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方瑞峰博士啊，他同时也是30几年的一个古文物大收藏家。那他是气韵书道的一代宗师，是他自创的。看他的字都是一笔到底，一气呵成，中间没有。他完成这样的一幅字大概2秒钟，他一气呵成。他的画呢，他的字呢，今年日本侵华，就是由现在的那个日本皇室的亲堂兄，他看到他的字，他过来台湾参观的时候看到他写的字，他邀请他去日本美术馆去竞选。100多个书画家，这个，今天的那个他的字是得第一名的。那这一个龙字，他在北京的汉版拍卖公司，今年秋拍，已经一个字20万元。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人愿意收藏，他同时也可以做公益，又可以赚钱，他是蛮保值的。所以大家尽量踊跃竞标。好，谢谢。好，来，谢谢我们的一个介绍哈。来，我
话题。因为今天本来是要拍卖徐医师画的画，但是因为徐医师的画作目前太少，只有柿子画，而且根本跟小朋友的劳作没有两样，根本见不得人，所以我们就来拍卖名家的这一幅画。好，现场的好朋友来，有没有对这个字画非常非常好？要行动，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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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边这边不要画哈。好，我们刚才说这样画呀，底下八万开始是不是？底下八万。好，现场的好朋友，有没有谁有意愿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画的。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好，这个请义卖的手，义卖的所呢都会捐给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来，我们邀请主任好了，主任对这个画也应该比较熟悉哈，因为主任本身也是学画啊。来，九方主任。背板锅啊。背板。背板锅没有来。好，背板锅了哈，终于有善心人士出手了，不然徐志就很想去上厕所。八万五，哼，八万五，阿哥我没看见不，你看前面画啊，来，八万五，要有样子啦，啊，要有样子，阿弟哦，八万五，阿才有没有啦？来，马爱宏，叫出你的来宾，来，吴秀，来，马爱宏，逗出你的来宾。来，马爱宏后边来宾，后边的来宾哈。我赛斯家族尤其我一个对这拍卖的，我都是光明的来要演讲上课，对于拍卖哈捐款这个实在是要学习啊哈。我想，如果说现场的好朋友对这个字画有收藏的话，其实是非常值得的一幅画啊。这个龙。我那个竞标的感觉，感觉上真的是非常的不满。好，八万五，那主任你来先上来。我们主任在好像前年的这个望年会有拍卖过一幅画，前年吗？我本来是来求方主任讲，无三百万徐师傅会行。这幅画真的是方博士一个很好的，它是一气呵成特成的，所以是日本亲王特别在日本来讲，它是被接见的，这是值得收藏的一幅画。那我们输赢是八万五，这是一个值得非常收藏的。那因为是，我那看有谁愿意在，他是刚开始。方博士他十万是底标是十万的，那我想说做工友就比较少的价钱这样起标，那希望如果说有意在收藏的人是不是愿意好再标，有谁好，那我们就由那个苏颖好不好，就来好八万五，谢谢。我们邀请你出一张牌来，反正也是要把它卖出去，所以我们就八万五，来感谢这位朋友。好，那我们现场的好朋友热烈掌声，谢谢出一的爱心。好，给我们来拿下这一幅画我其实看到这幅画，我这几天我从台北回来，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看他的姿势，而且这个画我也感觉可以，如果可以捐出来给他基金会的话，如果可以，这个。
为我们赛诗新华啊，要用啊，工作要颁，要颁给他。来，注意请留步，我们主任要把这一幅啊颁给你，这个仪式哈，我们有拍照存证哦。来，现场的好朋友，我们掌声请给注意小姐为我们拿下这个方博士的指环。有一桌贵宾，我算是在试给他肉死掉了，非常棒，开嘴了好，来我们台南方的庆之，我们台南分会的主任来庆之，还有我们的主任啊，张文、副总委都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还有我们屏东分会的罗娜老师，老师在哪里？罗娜老师欢迎您，谢谢。长久以来，我们高雄分会非常非常的恩宠哦，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各个分会哦都有鼎力的协助我们办好每一场活动。那当然一个活动的完成需要很多人的一个协助，包括我们的志工伙伴、我们基金会、高雄分会的老师哦，大家都要一起来哦。那我想不管活动呈现的怎么样，重点是要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赛事新法，更认识我们赛事教育基金会啊，哎，为大家在鼓励，大家在做些什么事哈、啊。好，紧接着呢，这个精彩啦、啊！现场的好朋友，你如果肚子饿的，维芬跟你讲，赶快吃两口，等一下哦，你就要把手上的筷子放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马上会有惊天动地。我啦，我要跟我，等一下灯光要按下来，所以可能会影响你进餐的一个动作哈。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来欣赏这一出很棒很棒的戏剧，由蔡敏君导演带领我们的。振坤大哥要为大家来演出这场戏剧，现场的好朋友，先将您手上的筷子停下来，举起您的双手，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
我19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过过生日、许过愿望、吹过蜡烛了。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洗衣、煮饭、拖地，洗衣、煮饭、拖地。原本以为哦，我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的啦。但是哦，我最近接触了赛斯呢。赛斯说哦，你创造你的石像啊，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心想事成呢。那个徐医师也教我们他说哦，这是要练习的啦。结果先确立，方法自然来，轻松不费力，信任加感恩，但是要有耐心。我就来试试看，看今年哦会不会不一样。轻松不会立心的挑战，但是要有耐心。
算了。敢说呐，你觉得哦，这每一年最重要的日子是哪一天啊？花薪水那一天啊。那除了花薪水以外，还有哪一天啊？薪水花不出来那一天啊。那除了跟薪水有关的以外，还有哪一天啊？丢我们包头？那你问这干嘛？没有的，我只是要提醒你哦，每年都有很重要的一天呐。不然你说要去哪里啊？我要去房间休息。怎么突然我忘记了呀？你要死我，我管我呢？港孙啊，港孙啊，港孙啊，你在哪里啦？我管我呢？主官，登岸啊！我就知道我们家港孙没有忘记啊，他果然要给我惊喜啦！你真的够灵的啦！我告诉我，我等这个等你够久的啦！我好兴奋，我好兴奋啊！我真的问不懂哦，现在就冲过去抱他嘞！不急不急，先死个冤枉再说。我希望我的冤枉，我的冤枉就是我。我希望我每一年都可以够深入，是冤枉这样子啦。再说，谢谢你。真的，谢谢了。你在干什么？洗电停电了，我给那个看报纸的把它吹熄。哦，阿玲啊，拍谁啊？真是。哦，电来了。阿美，我去巷子口杂货店一下再回来啊，免得等一下又没电了，不方便。伤心的，我都不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你是一时都精彩公公。三十五年都没有离开过家呢。是啊，我听到。
哦，这种日子我怎么过啊？可是我要去哪里？我没有路可以走了，我要去哪里呢？我不能再行，我不能再行了，我要怎么办呢？不容易哈，就是。
们的职工朋友要把它抱下去，因为老师呢要为我们来这个感恩晚会哈来讲几句话哈。今天我们募得的款项哈，有一部分要支持老师明年度带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戏剧，对不对？来，这个剧团叫什么？你来介绍一下。苏玛利亚剧团，好，老师来。苏玛丽，好，大家晚安。晚安。好，那我们今年呢，九方主任这边呢，希望可以成立苏玛丽剧团哈。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赛事的理念呢，融入戏剧里面，然后呢，到很多地方去宣传，哦，甚至呢，可以走入校园。哦，啊，所以呢，我们正在招募一些团员，一些会演戏的人。那所以呢，很欢迎各位可以来加入剧团来受训。那主任有谈到，就说也特别希望阿友哈能够也来组一团啊，他有在努力帮阿友募款当中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举。戏剧呢，它对人的帮助哈有很多啊。总之呢，你个人呢一生都在演戏，那如果能够在舞台上把你自己呈现出来，你的很多层面都会开展，也都能够有一个情感抒发跟释放表达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谢谢各位。好了，那跟各位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苏玛丽剧团的团长郑坤啊。欢迎大家来参加。我跟着敏君老师哈，从这个一窍不通啊，他能够在台上表演，我觉得这个是一趟哈，大家都值得来经历的一个历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好，谢谢各位，我们跟出去好不好看？好看，谢谢啦，谢谢啦，我叫阿美。紧接着呢，来我们的影片。
位好朋友，大家晚安。照例哈，我要讲之前，我先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拥有三张重大伤病卡的，请举一下手给我看一下。三张重大伤病卡的，请举一下手好吗？都没有啊。哎，有没有两张？有没有两张重大伤病卡的？也没有嘛哈。有哦，那你跟我一样严重的。那我自己本身呢是有两张重大伤病卡，一张呢是因为肾脏坏掉了，所以在洗肾。那因为洗肾之后呢，你就会哀怨自己。哀怨的时候呢，并不会老天也不会帮助你说啊，你已经洗肾了，所以你不会再得任何的病。错了，你越哀怨，你可能会越得病。然后呢，你越恐惧呢，也可能会越得病。所以呢，在洗肾的隔年，我就得一个叫做膀胱癌。那得一个膀胱癌的时候呢，也还好，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很严重，可是我老婆就觉得不是很严重，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呢，那在诊疗室诊断出来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张先生，你那个癌症哈、是很活跃的，而且是 hybrid。我说 hybrid 是什么意思？像你用台语话讲，伊讲哦 ，hybrid 叫做海林青嘛。当今我们这喝林青叫海林青嘛。啊，我讲海林青怎样做？伊讲哦，海林青的点点不花，所以你要小心。当我走出我的那个诊疗室的时候，坦白讲一句话，我是四肢发软，没有活了。可是我老婆呢，她就很有智慧，她就学了一些什么生机饮食啊，什么东西都学了哈。学一学之后呢，她牵着我的手，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不要紧，医生若未医，还是卖家己医啊。我说哈，你什么时候去学医的？你读高师大英文系，你什么时候偷偷背着我去学医啊？但是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1995年我复发了。那么呢，我复发了之后呢，也因为这个复发的礼物，所以我接触赛事。那接触赛事的时候，我记得徐医师，我去上他的第一堂课，他问我你为什么会来，我说我来这边看。在座的每一个都比我严重，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死？因为他们都没有死翘翘，所以呢，我也不会死翘翘。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踏进赛斯，从1995年，那么学到现在，当然呢、啊，我也没有死翘翘嘛，我还活跳跳在这边。所以呢，在座各位癌友，如果你不是癌友的话，你听我讲完之后，你大概也不会死翘翘，你也一定会活跳跳。那你好不？好。好。那简单来讲哈，因为我个人感觉。我希望就是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把每上那个徐医师的每一本书都买回去看，我把徐医师的每一片 CD 都听过，尤其有一块 CD 是徐医师在台南演讲的那个身心灵健康的那个法门，那片 CD 是台语的，我最喜欢那片 CD， 每次我遇到低潮的时候，我觉得会拿那片 CD 上来听，听到我来讲一句话，真的是开悟了。所以我懂得如何放下。以前我在银行的时候过得不快乐，那因为呢，银行刚好有优惠退休。我如果没有学赛事，我真的不敢离开银行那个工作。那我学了赛事之后，我申请了退休，然后转战其他的业务，哦、所以我活得很快乐，也活得很幸福，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要跟癌友分享的就是，你一定要肯定你自己。第二个呢，我会建议不要把自己当病人，在家养病。我所有辅导过的癌症病人，只有在家里面养病的，我告诉各位，都养出从小病养出大病，从2公分养到10公分。那像我们呢，这样子在外面跑的话，所以你都不会有感受。那么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当你真的是得癌症的话，我会建议你，只要把身体养好，有体力你就走出来，然后跟大家去互动，跟大家去分享。因为我们在高雄有一个很好的癌症那个团疗中心，就是我们的赛斯高雄分会。所以当你们如果有需要协助的时候，来讲我很感谢
那个酒方主任设置了这个高龄分会之后呢，很努力的把我们这些癌症病人带在一起。那所以我简单的分享各位，分享给大家。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出健康，活出自信，活出喜悦，更能够活出快乐。谢谢大家，谢谢。现场的好朋友，如果您仔细的听他们的分享，你除了感动以外，会觉得说同样吗？因为之前回归在我们高雄分会的时候，曾经有癌友来问我说，哎，那他听到说哪一个癌友已经三天打了，好，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活得这么的健康，这么的棒哦？在舞台上，不管您看到他的一个演出，还是等一下来参观我们的创作，有很多癌友的创作，哎，为什么他同样是来学习这个赛斯心法哦？那可是呢，结果会不一样。我想从癌友的一个分享里面哦，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哦，为什么他们愿意来更认识自己，然后来转动自己的生命哦。好，来紧接着呢，这一对哎了不起了哈、哦，现场的好朋友，我想很多人认识他们哦。这一对夫妻来自台南，来王诗美还有围城大哥，我们现场好朋友热烈的欢迎他们来听他们的分享。徐医师、九方，还有各位三四家族的亲朋好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南的模范夫妻。我们这一对模范夫妻是跟那个一般传统政府这个机关团体在说的模范夫妻有点蛮大的差异，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以贤淑来什么孝敬或者是行孝的，那我们是这对模范夫妻，尤其是自从认识了许医师之后，其实也不是因为只有认识他开始，是我们两个碰面的时候，认识的时候就是一路开始吵，一生都在吵架。那我在想说，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那之前是不是很了解？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你的心如果不快乐，那到最后会有你的身体呈现出来，告诉你。你的心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大概在差不多九年前就因为身体生病，所以才接触到赛斯的思想。那时候才慢慢去了解到说，哦，原来身体生病是心理出了问题。那我从这样开始就说，啊，怎么会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听到徐医师的演讲，进入了赛斯思想？因为他有一些基本的假设，他有很多的想法，跟你我们以前传统的思考逻辑是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相信我是健康的，我是受恩宠的。那你的疾病跟你是创造的，那个疾病是你创造出来的。那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的？所以我就被他的这个思想给迷住了，所以我就一路走进来。那我们因为就是说以前为什么吵架，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理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也因为接触了三思想之后，所以我们说生病，跟你病情期，跟你有没有多严重，你可以活多久没有相关性，跟你什么东西有关系，就是说你有没有认识到，像我为什么会今天在这边，我到现在已经是第九。当初医生是告诉我说，你是三家，那可能身体方就是生命中末期了，可能剩下三个月。可是我竟然可以这样子一路活到现在，快快乐乐，还成为模范夫妻，也快第九年。所以说，一般如果说现场有一些身体状况的人，你就相信，跟你第几期都没有关系，你只要转一个心，你就可以改变一切。我们会告诉你说，遇见赛斯，改变一生。那赛斯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一定要卖关子，就到高雄，到我们赛斯基金会，跟着学习，你就会了解。那因为今天的感恩发会，大家其实还是用餐重要，自己要听得比较详细，还是麻烦你，就是进入我们的团队，那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细聊。对，那我现在就是还是要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团体的支持。
我们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团体，而且可以持续，不然的话，你看我们一路走来，九年始终如一。谢谢大家，谢谢。徐师，我爱你。各位三生家族，大家晚安。因为我们从那个八年前，因为我老婆生病的时候，带着那个害怕与不安的心情，经过那个台南分会，那个天师他的人带下来到高雄，在九安的引领之下，跟洗衣师团聊。那在洗衣师那种再次的心房之下，我们夫妻就在吵闹中来慢慢。变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去互相去了解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内心都一上来，我内心已经先感谢这三位主任啊、副主任他们，还有那个九安以及洗衣师这样的指导到我们，真的再次感谢他们两位三位，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再幸福，幸福，幸福啊！幸福，幸福啊！很需要大家的一个支持跟爱护哈，不管是您用实际的钱钱、金钱的捐助，还是说您用您的精神上来支持我们，我们非常的乐意。如果遇见赛事呢，我想很多好朋友都是来自那边百万 CD， 怎么样？那边免费 CD 的一个结缘来认识我们。当然，这一片 CD 也是由很多爱心人士的一个贡献哈。我想，不管你小小的一份作为，都是你的一份爱心。我们的基金会三十新法非常非常的乐意接受，甚至也期待您一起来支持，让我们走得长长久久，一起来更认识自己哈。好，紧接着呢，我们的影片马上要来播放了。播放是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包括阿林有一些创作啊。好，这些创作呢，在待会儿大家影片上都可以看到，还有书
挥你的一个爱心。好，徐医师要赶到。
高铁哈，所以先离席哈。但是呢，也今天曲目由中至西有组织都有，对大家好好享受。接下来我们来请绿岛小夜曲，如果会唱的一起来唱，好，谢谢。
后这个还有一个重新编的像爵士乐，我觉得有重新的风格。然后中间会有一段我们钢琴的 solo， 大家可以注意听《暗淡玫瑰》，谢谢。珍惜这样的机会，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声乐家。那我这一生最大的
乐家哈，艺术家有演出的机会。反正他们都是搞文创活动的，那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也都是搞文创的，所以我的女儿才会跟他认识。那他的跟观众互动的内容啊，情形是非常棒的，所以我想说让他到台下去跟大家互动一下，好吗？没关系，现在是我跟大家一定会安静。欣赏音乐的时候是够安静。没关系，大家都在那个国家音乐厅表演的。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跟南台湾非常有关系。它南台湾很多太阳，所以呢，这首歌是有关太阳的。然后我们来到这里觉得很温暖，所以给大家一首《Oh Sole Mio》，希望大家会喜欢。愿意来南下去我们的艰难，好，谢谢各位。